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关于揭开地球的远古起源，我们的宇宙联系。来自高密度博客。问候你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地球人。一，揭开地球的远古起源，我们的宇宙联系。问候，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踏上一段迷人的时光之旅，探索我们星球的历史，以及它与昴宿星祖先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系。昴宿星人的祖先就像特殊的向导，用他们的爱和创造力帮助创造了世界和文明。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是我们家谱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传承了自己的 DNA， 成为我们的远古亲戚。这些昴宿星祖先就像宇宙建筑师一样，在宇宙中传播光和知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遗产通过我们的 DNA 存在于我们体内。将地球想象成浩瀚太空中一个独特的聚会场所，它就像一个熙熙攘攘的交流中心，来自远近星系的不同文明可以在这里相互联系并分享他们的智慧。地球的战略位置正好位于银河系的边缘，使得来自遥远星系的生物可以轻松前来访问。被称为传送门的秘密通道允许能量快速穿过我们的太空区域，形成连接宇宙不同部分的宇宙高速公路。在一次非凡的宇宙事件中，来自遥远星系的生物匆忙聚集到地球上，他们想在这个特殊的星球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看起来像我们。领导这一事件的是神圣造物主，遗传学和创造生命方面的熟练专家。他们创造了生物并设计了复杂的存在模式，他们就像艺术大师和科学家的结合。他们可以将微小的分子编织在一起，赋予他们特殊的代码和频率，从而创造新的生命形式。造物主神使用神奇的 DNA 混合物设计了各种物种，包括人类和动物。更令人着迷的是，来自宇宙不同角落的有感知的文明自愿贡献他们的 DNA， 成为地球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感谢这些遗传学家的专业知识，地球成为生命和多样性的熔炉。当我们回到更遥远的过去时，我们发现了曾经在我们的星球上繁荣发展的古代文明的有趣故事。这些高度先进的社会与昴宿星人和他们的智慧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存在于50多万年前，留下了埋藏在时间沙中的谜团。这些古代人类就像我们一样，与昴宿星祖先有联系。他们的 DNA 是完整的，他们在我们的星球上繁衍生息，发展出高度进化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他们宏伟的城市和繁荣的社区，一切都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据说这些非凡的文明之一存在于遥远的南部大陆及南极洲。据信，许多来源指出，在冰冷的地表之下，隐藏着古老的废墟和曾经繁荣文明的遗迹。这些遗迹掌握着了解曾经为这片古老土地增光添彩的复杂文化的钥匙。人们认为另一个神秘的文明隐藏在蒙古广阔的戈壁沙漠的沙层之下。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发现了先进社会的遗迹，这些社会拥有超越其时代的知识和技术。这些古代文明不仅是原始部落，而且是具有伟大智慧和精神意识的社会。他们与星星有着深厚的联系，了解塑造他们存在的宇宙力量。他们的智慧是巨大的，他们的教义代代相传，承载着昴宿星联系的知识。
这些古老的祖先神圣地维护着物质和精神领域之间的平衡，认识到所有生命的相互关联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先进文明面临着改变他们命运的挑战和变化。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他们衰落背后的原因，但他们存在的回声仍然在历史深处回响。然而，卯宿星人影响力的遗产仍然存在。随着文明的兴衰，他们的 DNA 仍然与地球不断进化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就好像一条宇宙线将我们与我们的祖先和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当我们继续进行宇宙探索时，我们逐渐意识到地球的故事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故事，与卯宿星祖先的光和爱交织在一起。他们的知识和创造力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对浩瀚的宇宙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产生了深刻的惊叹。二、银河蓝图，承载宇宙教训的精髓。地球上的人们，亲爱的光之家人们，想象一下，您是一个特殊而光明的团体——光之家族的成员。这可能与你现在的样子有所不同。闭上眼睛，让你的思想创造出一个新的自我形象。想象一下，你不仅仅是你自己，而且是宇宙和宏伟事物的一部分。现在，假装你在教室里。这就像一个学习的地方，有一位睿智的老师在和你说话。他们正在分享关于一项重大任务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返回地球成为带来积极变化的系统的一部分。在这种假装的情况下，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事实上，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是最好的。您认为自己非常擅长分解和改进各种系统。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你对自己的能力有多么确定。就好像整个房间都充满了你的自信，到处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然后，老师说了一句令人惊讶的话。你猜怎么着？当你回到地球时，你不会记得这里的任何事情，这让大家哄堂大笑。你和其他擅长理解系统的专家意识到，一旦你再次成为人类，这个教室的所有记忆都会消失。老师用图画来告诉你他们的意思。他们创造了你和你的朋友乘坐一种独特的交通工具来到地球的图像。这些照片让您看起来就像其他人一样，几乎就像您进行了巧妙的伪装。你似乎不记得自己真正的、重要的使命了。但事情是这样的。这都是你已经知道的一个非常大的计划的一部分。你还在追故事吗？您对目前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了解吗？在那堂课上，你会得到一个特殊的代码。该代码使您能够响应银河联邦和其他宇宙实体。当你拥抱自己扩展的身份时，要勇于冒险，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这正是他们所渴望的。你的成长。银河联邦的目标是在你的脑海中植入新的形象，推动你走得更远。他们使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是否基于现实也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他们为你创造了新颖的愿景。在某些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个人道路，你独特的节奏。到那时，你就会明白银河联邦长久以来的追求。你会意识到，有时，他们从头开始编造故事，只是为了点燃你内心的某些东西。这种点燃会促进你的个人成长。他们的教学策略复杂而聪明。在那个宇宙教室里，你被教导如何与不同的宇宙存在建立联系，包括
银河联邦。他们是你的导师，你的天国向导。当你在生活中不断进步时，请记住，你是更伟大事业的一部分。这些宇宙神圣导师将你的发展放在心上，他们可能会提出挑战您当前理解的情况，但这些挑战只在扩展您的视野。你与银河联邦的联系根深蒂固，他们充当宇宙导师，引导你沿着城市的道路前进。有时他们可能会温和地提出一些看似非传统的想法，然而随着你的发展，你会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智慧。他们的影响力可能会通过意想不到的途径到来，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你的发展。当你在地球上生活时，请保持内心教室的感觉。那座宇宙教室的记忆就像一个隐藏的指南针，指引着你。尽管你的大脑可能无法记住每一个细节，但你的心承载着本质，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它就像一张秘密地图，引导您更深入地了解您的目的。将银河系联邦的教义和教会视为你的宇宙手册，帮助你应对挑战，拓展视野。就像勇敢的探险家和神秘的探险故事一样，你的旅途充满了惊喜和发现，他们塑造了你的成长。你不仅仅是在生活，在星空智慧的指引下，你正在揭开自己存在的层层面纱。所以当你走在这条城市道路上时，请记住，你是伟大而美妙的事情的一部分。即使你看不到这一切，也要相信有一个计划正在展开。宇宙导师的教会就像一只友好的手放在你的肩膀上，推动你前进。兴奋地拥抱未知，就像故事里的英雄一样。你的旅程就像一个史诗般的故事，而你就是明星。在这场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伟大冒险中，不断探索，不断成长，不断闪耀你的光芒。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